第一本书的位置呢，就在一开始进乌斯塔密斯后的这个大厅里面喽。这边左转就是看到书在桌子上面。再来，我们有第一本 Grimoire 跟第二本书的位置都很接近，在这个叫 Stairway 的地方。一样走到最顶层后，后面会有一个很多走廊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左转。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会看到角落一大排的书，最上面就有这个关卡第一本 Grimoire。 那刚刚那个岔路如果走另外一边的话，就会到这个地方。在这个角落会看到一些补给和第二本书。走过 Stairway 这个区域以后，会到另外一个图书馆，然后在图书馆尽头呢，会到另外一个区域叫做 The Hall of Illusion。第三本书呢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在 Hall of Illusion 如果你走另外一个方向，其实就基本上就是游戏关卡会让你走的方向。我们有最后一本的 Grimoire， 从这楼梯一直跳上去就会找到了。OK， 所以这就是 Wizard's Tower 的所有书的位置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